伙伴们，你们知道迷你世界最珍贵的一个皮肤是哪一个吗？传说迷你世界拥有那个皮肤的人不超过五个。Oh my God！ 伙伴们，有人说超级富的老伴仙仙仙看到那个皮肤都羡慕的流口水。伙伴们呀，你先把你以为哪个最珍贵的皮肤打在评论区，等会儿我们来比较一下好吗？你觉得哪个皮肤最珍贵呀？伙伴们，有人说最珍贵的皮肤是齐天小圣，因为他只上架了一次，并且他的迷你币好像也是最贵的，是2017个。但是伙伴们，我想告诉你们的是，那个皮肤比齐天小圣还要珍贵，你们知道吗？现在我来为你们揭秘一下答案，那个皮肤就是，不知道大家记得不，在以前游戏中出现过一个皮肤，上面写的是绝版，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，那个皮肤并不是现在这样的皮肤，而是一个定制里的皮肤。伙伴们快看一下，你们拥有了吗？以前的一个绝版皮只出现了3天就消失了，伙伴们，那个皮就是，伙伴们，就是它，你们还记得吗？以前的绝版皮，它应该就是最珍贵的皮肤了吧，因为它是绝版的呀。